现在是早上6点，然后台湾冬天的第一波寒流来了。六点我在干嘛？我跟我的同事在这边等他妈 David。David 昨天太辛苦，还要跑去台中。他昨天八成又跑去干别的有的没的的坏事。来了来了来了，来了，然后看到，就这家伙来了。那按照我们团的惯例的话，最后一个到的要请吃早餐，所以我们等一下要去桃园顶江吃早餐。早啊 ，David 哥。这次的环岛旅行，我跟 David 期待了好久。原本是打算赶在9月夏天结束前进行一次环岛的，但实在因为工作的关系而拖到了现在。而虽然已经进入了冬天，而且刚好遇到今年入冬的第一波寒流，但这些根本影响不了我们就是要去环岛的决心。所以虽然很冷，但我们也没人在乎，就这样意志坚定的就是要环岛。在出发前，我们打算先去桃园吃我们熟悉但又快遗忘了的早餐。毕竟顶着北台湾12度的温度骑车，身体的能量也是要充足啊。现在才早上6:10，这么多人，没知道这一家很厉害，而且这小笼包都是现蒸的，现蒸然后自己夹，超赞。这是小佑的早餐。点了些什么？葱油饼，两颗包，两个小笼包，看起来红彤彤的根，真的。天气这么冷，一定要吃根，一定要吃个热的。真的，哇 ，Baby 哥，小心要吃鸡。这种白中带红的，就是不错。我自己就点了两个小笼包，一碗根。应该可以让我撑到徐阿里山的奋起湖。啊，好久没吃，太怀念了。真的，等一下吃完我们就要上路了。挺好的。到了新竹的圣华 7-Eleven 圣华门市，好，在这边略作休息一下，实在是有点冷。然后呢，我们家小佑买了一杯热咖啡，帮我们 David 两个人买了冰的罐装波浪咖啡，好冷。他真是好兄弟，这家伙真的实在是太贴心了，就怕我们不够冷。真的。等一下休息完以后就继续上路，下一站就到天道主去了。哎，挺好，挺好的。其实这次的环岛对我而言，身体的负担是比较大的，因为大概10月的时候，我伤到了坐骨神经，走路坐着都会感到痛。但环岛就是要摆在第一啦，所以这4天的环岛，我就是每天靠着2颗止痛药支撑着我骑下去的。而另外这次的环岛路线也稍微做了些改变，也就是不沿着西滨到台南，因为说实在的，除了骑完整段的六一快速道路以及去国盛灯塔这两个成就之外，西滨的风景真的没有那么吸引我跟 David， 所以我们打算走一段切地瓜的环岛路线，也就是从阿里山到台南。而且因为今天是平常上班日，因此也考量到市区的上班车潮，所以我们打算从鹿港行经76快速道路转进水里，再上阿里山，以避开台中市的上班车潮。虽然这样会少了骑日月潭的那一段，但我认为还是可以的，不然被上班车潮卡在市区中，旅游的心情都会大打折扣啊。
我们上阿里山前会先到达水里乡，水里乡原属吉吉镇的一部分。1950年由吉吉镇分出设立水里乡，后于1966年再更名为水里乡，直到现在。境内有浊水溪、水里溪、曾有兰溪等三条主要溪流。而1970年代的水里乡曾因伐木业的兴盛而有小台北之称誉。Hello， 现在是上午10:50，我们来到了 Seven 的水里门市。那这个是在台16线上面，我们等一下顺着这条路继续走下去，大概在5分钟就开始上阿里山，所以在上阿里山之前要来休息一下。早上的时候差一点点误闯八卦山隧道，差一点点，等一下就上阿里山去了。OK， go。阿里山山脉为台湾五大山脉之一，位于玉山山脉西侧，主峰大塔山海拔2663公尺，全区海拔位于1400至2600公尺之间，是当地周族原住民心目中的圣山。由南端的台18线及北端的台21线贯通整座阿里山，也称为新中横公路，两条公路的交汇处位于塔塔家。而阿里山风景区是台湾最著名的旅游景点之一，其中的日出、云海、晚霞、森林及高山铁路更被称为阿里山五大奇景。虽然我们这次是骑车上阿里山，基本上与日出及铁路等无缘，但是起码还可以体验到云海与森林，这样想一想也不算太差了啦。阿里山的玉山国家公园的玉山国家公园入口碑还是什么碑不晓得，嗯，然后这边呢是我们的同事第一次跟我们一起出来，没错，然后这个哎呦这就固定咖给你，然后我们跟我们一起出来啊，我们都会有一个固定的桥段要拍，就是你要跟你的马子或者是跟你的现在要讲，你想跟他讲，要不然我们先请 Danny 哥示范一下。那 Danny 哥，你有什么话想跟你老婆讲呢？太完美啦！他每次都这一句，他没有别句了。漂亮，漂亮，漂亮，讲的是你马子还是在讲的风景？都有，都有，怕被剪进去。一定会剪，超虚伪的。好，我们等一下继续会上去，然后到塔塔家休息区的时候再做休息。然后再继续记录沿路的风景，把这些都很多的东西。OK， 好吧，继续喽，好吧啦。中间骑一骑，风景太漂亮了，啊，所以我们又停下来，真的又休息。本来讲说一点到一点半要到奋起湖，怎么现在12:30了，连台21都还没骑完？
啊，一直停，一直停，又出来玩了。不过出来玩不就是这样吗？对啊，就是看风景，想放松就放松。哪边觉得漂亮就停下来看一看。真的，休息一下，继续出发。由于沿路的风景实在太漂亮了，在这个初冬的季节时分，许多植被还被染着些许的橘红色，让我们三个人的车速始终都无法上升，生怕一个不注意就漏看了这美的令人窒息的景色。这个美丽的阿里山国家风景区成立于2001年，范围涵盖了阿里山森林游乐区的瑞里、峰山、太和等汉人部落，以及周族的达邦、山美、茶山等部落。因为山脉呈现倒 U 型的缺口，因此在夏季不会阻挡西南季风的吹拂，加上高峻山势影响之下，平均气温约摄氏10度左右。而在秋冬之际，东北季风携带丰沛水汽影响之下，翻越阿里山脉后，会在山谷中形成阿里山著名的云海。而阿里山是一个横跨热、暖、温、寒四带的高山，在其中也孕育着丰富的自然动植物生态。就在我们欣赏着眼前景色的同时，路旁的台21公里标示牌也告诉着我们已经抵达终点塔塔家了。台18、台21交界处塔塔家游客中心。哦，按照我们 baby 哥刚刚的车上的资料，现在12度，可是体感可能更低呀、就觉得有点冷了。对啊。今天又要买保温瓶，一定要买两瓶，它要紫色的，你要白白黑的。它的保温瓶都坏掉，盖子又坏掉。小佑有没有觉得这个长得还真有点像 baby 哥？这有点硬熬，看看他那壮硕的身躯。好，我们现在人在塔塔家游客中心，这边就是台21跟台18的交界处，也算是进到阿里山的1/3了吧，接近1/2了，离我们要去的奋起湖15番大概整整要 delay 1个小时。感觉肚子有点饿了，天气太冷了，肚子会饿了，会饿了，会饿了。不配说冷，你看他多冷。什么？你明明就看他全身鸡皮疙瘩都冒出来了。对。好啊，那在这边我们只是过来这边留个记录，留个纪念，然后等一下继续要往老街前进。好。对啊，台21的终点143.3公里。终点啦、然后呢？走个路，在这么一转眼的时间，来换这一面。好啦，我们也把台18的108.5的公里的终点也骑完啦。就是这么快，两个成就一次取得，就是这么快。好嘞，继续上路 ，Go。离开了海拔约2610公尺的台18与台21终点交汇处的塔塔家之后，我们继续朝着奋起湖老街前进。从塔塔家沿着台18线前进，途中会到达阿里山知名的伏古尔桥。这个名称以周族原住民语 Baku 命名，命名由来伏古伏古尔为阿里山区周族原住民之地名，意味着满山遍野的伏古尔树，也就是山伏龙。转进169线道约10分钟后，即可抵达奋起湖老街。这个有趣的地名时常会让人误解为此地真有个湖泊，但其实不是哦。奋起湖的地名其实是由当地旧名本基湖来的。而我们也终于可以准备品尝我们期待已久的奋起湖便当啦。
奋起湖山铁路餐厅 Let's go 鱼蛋包咸蛋，嗯，就是要来这里吃便当，因为已经超过我们原定的时程了。好，看这两个家伙一直在查去台南还要多久。小友这样跟两个老男人出来玩感觉怎么样？还不错啊。这是我们小友第一次说要骑车环岛，真的。有第一次环岛，第一次环岛。在吃完便当逛完老街之后，已经来到下午4点了。因为冬季的天空暗得比较快，考量到安全的问题，我们想着必须要在天黑之前离开阿里山，因此简单讨论之后，决定舍弃掉部分的台18线路段，再次的切西瓜，从加130乡道直接衔接到下山前的台18路段。当时觉得会遗漏掉一些沿路的景色而感到遗憾，但很意外的发现，原来加130乡道也是景色不输给台18的一条道路。又或者是说，其实整座阿里山处处都是这么美，而这也让事后的我跟 David 互相约定着6个月内一定还要再来一次阿里山，甚至住一晚，好让我们更能亲近这座美的让人忘却一切烦恼的大山。离开阿里山之后，我们接着赶路往台南市区前进。第一天的行程大约跑了530公里，不得不说，这对于需要吃止痛药才能骑车的我而言，确实是硬了点。这时候只想着快快回到旅馆去吃台南有名的牛肉汤，把我的 HP 补回来。也非常幸运的，因为进入台南的时候已经晚上7点半了，我们似乎也躲过了下班及用餐的人车潮，因此一路上都很顺畅。现在来到台南的这家茶店，是我们小右极力推荐要来喝的爱的魔手，不是爱的魔手，茶的魔手。茶的魔手，对不起，爱的魔手是 David 哥喝的。不是，不喝就有脏东西。好嘞，哎，我觉得这家店蛮有意思的，它有一个很有趣的 slogan。为国富强，以公事的去战胜病毒。蛮厉害的，对啊，蛮有意思的，挺好的。然后我们等一下去哪边呢？我们等一下去吃文章牛肉汤，好吧？是台南街晚上多吃的都是小肉的满满的回忆，回忆。然后明天早上去勾我们的回忆啊，再再看吧。真的。好嘞，等一下来喝台南牛肉面，到文章牛肉面啊，文章牛肉汤了。进去准备吃今天的晚餐加宵夜，那牛肉汤。今天是平常日，应该是不用排队排太久。我们吃到一半的时候，因为刚太饿，吃到一半才发现我们好像忘了拍下来，所以呢，这边是炒一半的芥蓝牛肉。Baby 哥的这个是什么？牛五花，五花牛肉汤，五花牛肉汤。然后小右的这个是招牌牛肉汤，招牌牛肉汤。嗯、然后你自己的，我个人比较偏爱牛腩，所以点的是牛腩汤。好了，我们吃饱了，喝足了。然后等一下要回旅馆去洗澡睡觉了。早上7点，然后我去吃丹丹汉堡。丹丹，
吃完以后今天就沿着最南台湾然后往台东出发，太棒了。跑去找朋友，搞到十二点多才睡觉。嗯，十二点多才回来。哦，十二点多才回来。像我们这种老灰啊，十二点已经睡着了。我昨天还有泡澡。啊？我昨天还有泡澡。是啊，我超羡慕的。我那一间没有浴缸。嗯，你们两间都有。你早说，你可以让我轮泡。我不要，到时候怀孕了怎么办？这么帅的服务生，我倒是第一次看到。真的啊，怎么会有颜值堪比里奥纳多的服务生呢？里奥纳又，里奥纳又，啊，还是不给你。是我们 David 哥的根，怎么看起来像面线？对，它是面线根，是不是？是。看我只知道是有吃肉根面线，好像是啊。哦，吃肉根，对，是写吃肉根。对啊。因为我刚刚看对，是写吃肉根的。啊，有面线的。啊，我面线跟上次一样，玉米汤。是的。跟鸡腿堡。小右的这个是五谷粥。嗯，是啊。也是应该知道玉蟹。什么肉？你不是有点这个什么甜甜的哦？所有的这个，对啊，这是两半，然后加一半，这是来的，嗯，哎，干嘛叫他们？一早吃完了令人回味无穷的丹丹汉堡之后，我们就朝着南台湾垦丁出发了。一样因为今天是平常日的缘故，为了避开台南及高雄的上班车潮，我们将会绕道去台28线月世界，再接185线道从三地门绕过屏东市区，然后再衔接台一线、台26线到垦丁。来到暌违已久的月世界，心情格外的舒坦，因为艳阳高照，完全感觉不到寒流的影响，而且台28线的道路又铺设得很完善，骑在这条道路上就只能用舒服两个字形容啊。而我个人更是期待后续要走的185线道，因为在我印象中好像只有20年前曾经开车走过这边一次而已，而早已忘了这边沿路的景色了。诶，说到这边我忽然惊觉，我是不是不小心透露了我的年纪了？从台28线转进185线道的瞬间，我就被眼前的景色给震撼住了。跨越着老农溪的新威景观大桥，有着一览无遗的视野，搭配着阴雨量稀少的冬季而露出河床的老农溪，忽然会被眼前的美景所感动。所以说，这么美丽的台湾，不环岛怎么对得起自己呢？
沿着185线道来到万峦时，也将到达我们今天的第一个休息点万金圣母圣殿了。会选择这边作为休息点，其中有很大的原因是因为我一直想做一次探访台湾知名或具有特色的教堂环岛之旅，因此呢，这次的休息点也算是我的一个先行尝试吧。来到中间的休息点，在185线道旁边的万金圣母圣殿。然后刚巧又发现一个我信教30年都不知道的耶稣套餐，体验耶稣曾经在人间的美食，太厉害了。这对于我而言，我倒会想去看一看它到底是什么东西，耶稣到底曾经吃了些什么。还有意识他们。其实这边我们最主要就是来休息一下，然后来走一走动一动。旁边有 7，如果要喝 7 的咖啡，这边可以，可能海豚湾门再会再喝一次。OK 啊，海豚湾吗？这万金圣母圣殿好像是1861年盖的，所以算一算到现在200来年。200多年。嗯，它为屏东的三级古迹。这种景点非常适合像我这种读书人吧。而且我常常的 slogan 就是我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在万金圣母圣殿休息过后，我们就继续上路，朝着今天的重头戏台湾最南端的海边前进了。同时我也换上了短袖，准备尽可能的用身体的每个部位去体验垦丁的海风及阳光，因为这样才不枉来垦丁一遭啊。当衔接到台一线的时候，空气中已经弥漫着海水的气味了，这使得我们三人的精神都为之振奋，准备好好迎接接下来的视觉飨宴了。但在此之前，我们打算先去海豚湾门市喝杯咖啡，看看海，让身心都进入及调整到最佳状态。海豚湾门市，等一下的行程呢，会接着继续往垦丁的南端龙潭草原，然后一路的杀到台东，就是来到海豚湾门市了，就是准备要来觅食了，吃午餐。当然是坐外面啦，这有什么好考虑的呢？想坐哪边都可以。对于情人雅座这门学问 ，David 哥是有研究的。怎么样，小佑骑到现在感觉怎么样？很爽，很爽。感觉你最爽的是在月世界那一段。那段最爽。超嗨，就是取好角度陷进去。这两天的天气太舒服，真的。对啊，适合骑车。要下不下雨，要下不下的感觉。对，很回答。其实昨天在阿里山气候真的很不错、啊，太阳光啊，这样子我都 OK。干嘛？怎么样？没事。
没事。啊，你诶？我？我就是出来骑车，然后跟 David 哥跟小佑，我就是开心。啊，这种官方说法，真的？太虚伪了，真的。是，好吧，我真实的想法是，我好想要有妹子一起骑啊。没问题，我马上会安排。等下你能安排的都是那种货色，不用的。那我还捏自己骑。我就很好了，还行。喝着咖啡，讲着干话，略作休息后，我们就继续踏上旅程。在通过屏东丰港后，就来到台26的起点。这条台26线也称为平峨公路或嘉峨公路，全长 67.5 公里，终点位于台东县达仁乡。这也表示着今天下午就是这条公路充当我们的旅游向导，它将带着我们欣赏最南台湾的海景。途中经过鹅銮鼻的时候，不免俗的一定要帮第一次环岛的小佑留下几张纪念照。而这样走走又停停的方式，也就是我们环岛的玩法喽。在鹅銮鼻及风吹沙之间，有一片广阔的草生地，毗邻浩瀚的太平洋，这就是龙盘草原。这个区域是上升的石灰岩台地，景致非常别致。在这边骑着我们的爱驹，徜徉在辽阔的草原上，远眺曲折有致的海岸，对于长期待在都会的我们而言，真是难得的体验啊。由于台26线环绕至东部海岸后，上有两处路段未修筑，因此全线被截成了三段路，从加热水至港仔续海之间，需借由县道200甲、200号县道以及199甲县道等这三条道路才可迂回互通。而行经港仔至续海这段路段的风景，也成为这次环岛旅游中我跟 David 最难忘的回忆了，因为真的是太美丽了啦。离开续海后，我们进入了199甲和199线道，一路北上预备衔接至台九线。此时大约来到下午近三点了，但是当离开了垦丁范围的阳光加持后，我们就立刻的感觉到外界温度的下降。骑到东园这里的时候，外界的气温已经冷到我们无法再只穿着短袖了，所以我们就在路边停了下来，换上了长袖，确保了身体的保暖工作后，继续前往台东。进入了台九雾线后，也就是年轻人最欢乐的时光了。因为路幅宽且路面铺设品质又很高，让我们的年轻伙伴小佑一进入这个区段后就开始脑充血，速度飞升。至于像我跟 David 这种中年人来说，也就只能在后面苦苦追赶啦。好在行驶在台九雾的时间并没有太久，我们就进入台九线了。看着熟悉又久违的东部海岸线时，内心那就是一个激动啊。同时，这是我跟 David 第一次骑到台东时，太阳还没落下，所以我们就想趁着光线还算充足时，去多良车站走一遭。
好家伙，一进多良车站，第一个现在是围在贩卖机旁边。贩卖机真是奇怪。号称台湾最美丽的车站。可以吧？里面有一个小小吃街。Baby 哥，这是一个浪漫的地方哎。对啊，是啊。啊，那有没有什么话要跟老婆讲？一路走来始终如一，太完美了。你现在这个位置永远是用 perfect 当 ending。当然。哦，好了，老婆大人辛苦了。老婆大人放你假。真的。好，来。跟着 Baby 哥来看看多良车站长什么样子。Baby 哥，你怎么没有很俏皮的跳起来说 Follow me？ 因为我现在跳不太起来。啊，Baby 哥受伤了。小佑，人家说多良车站是一个浪漫最美的车站，在这么浪漫的地方，有没有什么话要跟你的哥胡练的说一下呢？没有。这么害羞？没有啊、哦。下次带他来，下次带他来。这个会做记录的哦，他晚上要去夜店的啦。什么？又不带我去？台东这我一定要po上去。台东没有夜店吧？去完夜店再去。台东，台湾哪个地方没有夜店？澎湖吧。离开多良车站后，就朝着今天的终点站台东市前进了。冬天的太阳因为落下得很快，所以天色一下子就暗了下来。先到旅馆去放下沉重的行李后，接着就要到这一次环岛旅游中我最期待的晚餐大老二焖烧鸡了。因为前两次来都没有吃到，这次来台东我特别跟 David 指定晚上要来这里吃，我想这也算是一种报复心态吧。终于到了大老二焖烧鸡了，前面两次来台东都没有吃到，这一次终于吃到了。所以我们等一下去看一看它到底好不好吃。这我们 Kevin 哥正在帮我们，谁喜欢吃？正在帮我们剥鸡肉，你吃你吃。哎，好，我吃哦，这个我不抢，这个我不烂。你喜欢吃鸡屁股啊？鸡屁股赞，已经放你碗里了。啊，鸡屁股先放你碗里，好，没关系。他等下走过来。太厉害了，不错。所以你这招是叫做分筋错骨手。这叫做，反正有这种摧残形象的我都爱。什么？啊，分解完了。太厉害了，里面那一张就不要了。鸡心我只敢吃碳烤，他特别把鸡心都留下来。好嘞，好的，感谢 K 哥哥。开干了，好，开始。真的是蛮好吃的，真的是蛮好吃的。来看一下，一只鸡已经变成现在这个样子。这是三个人鸡的毕生的所剩之力，想办法把它克了。不过真的，我觉得他的鸡比鸡啊不如鸡，而且鸡好大一只，真的是蛮厉害。那这里跟下次来我还要吃 ，sorry， 这小又扣不出来。环岛旅行嘛，其实合格的环岛旅行，回去要胖一公斤，回去要胖一公斤才叫合格的环岛旅行。如果回去没有胖的话，一点都不合格。觉得这个有病吗？难怪有啊。好，等一下吃完了要回房间喝酒，然后洗澡睡觉。就先这样了。